让我们隆重的欢迎今天球队的单场 MVP， 是由我们击出双响炮的魔芋史蒂芬·摩耶。好，那我们要先邀请我们谢玉明谢会长、台钢集团谢会长来为我们颁发 MVP 独特专属的金色球帽。金色球帽，好，我们再一次给魔芋热烈的掌声，非常非常不简单，在全场超过16000名球迷的见证之下，台钢雄鹰在高雄的主场首战就顺利拿下胜利了。好的，谢谢我们，谢谢会长，感谢。好的，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翻译。翻译差不多也没关系，来，来我们麦克风，谢谢。好的，我想今天台钢雄鹰第一次在高雄主场就顺利拿下 MVP， 拿下我们的胜利，所以第一次主场的 MVP 就由我们摩雅获得，我们再一次给他热烈的掌声。摩雅第一次来到台湾，我想他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对我们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分享。我们是不是先邀请摩英来跟现场各位球迷朋友问声好 ？Thanks to say to the fans, just say hello to the fans.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I mean, this is an incredible night, incredible fans. I really appreciate it. God bless you guys. 很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一个很棒的夜晚。那很高兴大家能在这边一起共襄盛举。好，再次掌声感谢魔鹰，恭喜他。那我想各位都知道，台钢雄鹰的首战在我们大巨蛋，我们的第一支安打也是由魔鹰所击出的。今天回到我们高雄主场，我们的全垒打以及单场 MVP 也是由魔鹰所获得，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呢，想要邀请魔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来到台湾之后他目前准备的状况，以他今天击出双响炮的胜利的好成绩结果来看，我相信魔鹰是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我们邀请魔鹰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他目前是不是已经全部准备好要迎接今年主场的所有赛季，要带领台钢雄鹰夺下场场的胜利。Every day I do my best to be 100% to be my best and perform at my best capacity to give the fans a good show, because this is baseball, this is what the sport is about. So being my best, I'm my best every time, every at bat, that's my goal, and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do every single game. 每天他都是100%认真的准备，那想要给球迷100%好看的比赛，那希望大家继续进场支持，谢谢大家。谢谢魔鹰。好，我想最后还有哦，魔鹰他有特别喜欢一个结印的手势，我不晓得现场球迷有没有发现，当他打完全垒打或者打完安打之后会有一个结印的手势，我们是不是来邀请魔鹰来教我们各位球迷朋友们这个手势要怎么比？I just do just random stuff, and I really love Naruto, and I just go and do the signs, like, or Sasuke sign for do the Chidori, you know, I mean. 他本人非常喜欢火影忍者，那他上垒或是打全垒打之后就会做一些结印的动作，那他最喜欢的就是佐助的千鸟的结印动作。好，我们请魔鹰示范一下。各位球迷朋友们，学起来了没有？下一次我们一起跟着魔鹰来做这个结印的手势哦。That's the fans learn, and so next time they can do it with you. All right, just do it that. Just go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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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啊，就这样子做。好的，谢谢魔鹰。那我想，我们今天由魔鹰的精彩的两支全垒打的表现之下，带领台钢雄鹰
拿下了我们主场的首胜，那也代表着呢我们洪一中总教练的胜场数往993胜迈进。接下来我要邀请到我们球队的总教练洪一中洪总来到我们现场。来，洪总，我们这边请哦。来，魔音，我们另外一边好不好？跟着洪总一起来为这个胜利来另外一侧。另外一侧，对，我们邀请魔音。那我们洪总待会现场球迷一起倒数三二一，邀请你把这个拉霸机往前移动，往前移动，我们就一起来迎接洪总的第九百九十三胜。来，现场球迷朋友倒数三二一。谢谢。那我想今天我们台钢雄鹰的高雄主场首战来了两位非常重要的贵宾，就是我们的立山监督，还有我们景端监督。好，我们再一次的给立山还有景端监督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们邀请他加入我们这一次纪念的合影。好，来，走走。好，来，我们景端监督也麻烦他站在我们魔音的旁边哦。好，我们请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前方的媒体朋友，恭喜我们洪一中总教练拿下了生涯第993胜，我相信很快我们就可以陪着洪总一起迎接第1000胜的到来，大家说对不对？洪总今天能在高雄他的出生地拿下这场胜利，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的百感交集，非常的开心，有了现场超过16000名球迷朋友的陪伴，今天是台钢雄鹰非常有意义还有纪念价值的一天。好的，还有没有球媒体朋友？ OK， 好，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恭喜洪总，也恭喜摩亚。好，我们今天的赛后 MVP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